欢迎来到爱奇艺自制综艺《青春有你二》公演现场，我是青春制作人代表蔡徐坤。哇！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，六个合作舞台，我们将分别带领一组训练生为大家带来表演，其中有两首是未发表的新歌，也有走心的和炸裂的经典曲目。因为这一次的舞台跟训练生们的排名无关，青春制作人可以不用操心排名的问题，只要享受舞台就好了。享受舞台就想逃，耶、yeah! ！有请我们的导师团和师兄登场。先跟青春制作人们分别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师兄团的小鬼。小鬼，小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师兄团的王子怡。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p 导师 Johnny J。哎，周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 X 导师汪苏泷。汪老师真帅，汪老师穿的真红。今天 Ella 老师和 Lisa 老师还是会在线上陪伴我们，也会带来精彩的表演。Hello， 在这里我要替正正请个假，因为行程的原因没能来到现场。合作舞台分两次录制，明天将会有师兄们的舞台。三个人同台，我感觉我在看偶像练习生。兄弟们，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嘉宾都要经过我们的考验。什么考验？怎么样？告诉我你们Pick 的训练生是谁？哎呦，哦 ，Pick 的训练生是谁？你先来 ，Bro Bro。我们 Pick 我们组的七个师妹吧。肯定是你们组的人了，滴水不漏，滴水不漏。但是还有一个，我觉得我们的Kun PD， Kun PD 是我们 Pick。Pick 的首选，对，每次看节目必看昆 PD， 对吧？帮我把他们俩的薪水加一下，谢谢。然后那个问题巧妙的混过去了，他们一集。